四月十一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一百零一天，闰年第一百零二天。是四月十一日，是四月十一日。根据公历，距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为一年结束，还有264天，其中包括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，即公历一年中的第一百零一天，闰年为第一百零二天。如下以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公历一年的最后一天的剩余263天。四月十一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一百零一天，闰年第一百零二天。这也是如略历一年中的第一百零一天，闰年第一百零二天和阳历一年中的第264天，闰年第265天。如略历中的四月十一日是4月24日，这是因为如略历比公历晚13天，所以如略历的四月十一日对应的是公历的4月24日，也就是公历一年中的第一百零一天，闰年第一百零二天。距离年底还有264天。距离如略历四月十一日年底还有264天，相当于公历265天，闰年266天。这是因为如略历一年有365.25天，而公历一年有365.2425天，导致两个历法相差10.25天。